谢谢你的邀请，真是丰盛啊！满屋子的白面包、糕点、饮品，真是和善。今天的月色很美，在封闭的建筑中办聚会，似乎有些浪费。要不要出去看看？和我一起。生日快乐，感谢您的邀约。在进来的路上，我看到好几台破旧的机器，电路似乎不太安全，以防出现事故，我已将它们修理完毕。又是一场隆重的宴会啊，可不要太沉沦其中，小心陷入不会醒的美梦。祝福六周年，我的蜡像展也在附近开办中，欢迎你们参加。这位访客，让我看看你的脸。管家呢？管家在哪里？今年倒是安排三个座位了。啊，但为什么是儿童椅？真是一场华丽的盛宴啊，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希望。没有什么比希望更让人疯狂了。哦，多么美丽的大厅，明亮的灯光，可口的食物。如此盛大的六周年生日会，怎能缺少美妙的旋律呢？让我为你们奏响这一曲吧。很高兴认识您，我是邦邦，请收下这束花。听闻此处有目击过品种不明的带鳞片生物，我便接受邀请而来，倒是没料到还有如此精彩的宴会呢。所以你有见到过传闻中的那个生物吗？太感谢您了，我从未吃到过这么多好吃的，也从未看到过这么多漂亮的装饰。姐姐如果也能来该多好啊。我的天哪，你们把庄园都打扮成什么了？气球、鲜花，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能叫装饰？让我来教你们怎么布置盛大的宴会吧。六周年快乐，很荣幸能参与这场盛会。准备好了吗？就由我为你们留下珍贵的合影。但逢良辰，顺送时宜，喜乐安康，沉静无望。你们的祈愿传达到了，祝福欧丽蒂斯庄园六周年快乐。您好，很荣幸又与您度过了一年。来，收下这支玫瑰，一同庆贺六周年。六周年快乐。这里的蛋糕香气太迷人了，林子里的动物们也都躁动着呢，可不准往林子里去。太安静了，让我放几个火箭给生日会助助兴，都闹起来吧，笑得更大声些。你们这些家伙，不要在室内放烟花，狂欢之仪都挡着路了，挪一下。开了的宝箱记得归位。嘿，那边的，慢点吃，宴会还有很多好吃的呢，不要急。